路96乡呢，它跟所有的路道树不一样，它是两边都有路道树，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巷道，很难得的一个两边都有路道树的一个巷道，很值得留下来，因为它已经至少现在有40多年的树龄了，假如我们再保留个几年，它就会愈来愈漂亮，而不是说我们再做一个新的路，给它新置一些树，要等到50年、60年之后才会变到现在这个样子。那我们现在有个现成的一个路道，它有很多这个电影也在这边取景，它是一个非常漂亮。我希望，林局长可以去再去看一下，它是不是值得你保留下来？我是感觉应该保留下来，所以假如这个在规划的时候，这个房子建筑物能够把这个路让出来，那我觉得是很值得的。这是我们再留下来给后代的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路道，谢谢。